心里是糖。子，你居然是草，不是糖。它明明就是糖，你不信，我证明给你看。麦芽糖，想知道小麦草如何变成麦芽糖吗？我们一起去瞧瞧。年级生的记忆里，能吃到麦芽糖是一项好奢侈的享受。孩子们到处搜集废铜旧铁，就是为了等待梦想中的声音出现。当小贩骑着铁马，载着木箱，手上的摇铃咯咯咯咯地作响，即使没有显著的招牌，也能吸引客人上门。哦，哎，咯咯咯咯咯，我带你买买去，啊来啊，我要个买存安呢。一块饼干配上香菜、花生粉，不需要华丽包装，凭借着单纯的味道，就能虏获你我的心。我个真好吃啊，阿妹阿妈到底变个真好吃啊，阿妹个啊，我卖啊，够光棍啊。但这样怀旧的场景，现在却很难遇得上。我若无去台中，大概会失望讲，啊，别个无去麦芽糖，台中去要吃麦芽糖真少啊。老板会这么说，不是没有原因。要找到像他一样的麦芽糖小贩，真的不容易。市面上琳琅满目的点心，添加许多色素与合成品，卖相虽好，健康却大打折扣。将秋快速的社会，没时间让人思考要选择里子还是面子，只能无意识地让化学取代天然，机器取代手工。而对于要耗费一整天才能做得出来的麦芽糖，究竟如何保存下来呢？这一位60岁才开始麦芽糖人生的老先生告诉您，他的坚持是什么？看我背着沉甸甸的这一袋到底要去哪里呢？先让你看看我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。50年代啊，有人会拿家里妈妈的锅铲去换麦芽糖吃，我这一袋通通都是可以换麦芽糖的哦。现在我就带你去换换看。阿贝，哎，你好。你看，我这这规袋要来给你换麦芽糖。啊，你辛苦嘞！啊，有没有很重？有一点，因为我想换多一点，所以背很多。哦，你好辛苦哦。啊，其实我上午吃麦芽糖不免了你啦。哦，你若不得吃麦芽糖，你来找我就好啊。真的？嗯。阿姨，这不是拢爱在这来换？对，以前是要这样子，但是。哦，40年前的事，时代无同啊，时代无同啊，所以今麦要吃着，带你行，你只要来找上我就好了。好，走，好，走。我教你哦。好，我们煮麦芽糕第一步，这个糯米。跟糯米有什么特别吗？我们就是用长的糯米，我都用习惯那种长的，煮起来的色哈。那个开有点褐色，金褐、金黄褐色。哦，金哦，金啊。嗯，哦，金哦，金。这东西实验多年的结果哈。对。啊，对，我发现你这个是山泉水耶。对。阿伦哦，这个应当有提早12个小时。嗯。帮它浸水。浸泡。啊，浸泡。嗯。我阿伦说洗一洗哦，因为它在。那个咖啡厅的其他有加酒食粉嘛，嗯，我要帮他揉一揉，揉一揉，揉一揉，这个都泡澡泡10几个小时了，还好冰哦。啊，泡好了以后，我们等一下就要拿去了。啊，这个要洗3次，水要把它拨，再重新杀拌。阿贝，你这个流程都是你
多年来的经验累积哦。对，真的，我就是看到我们净思语一个多用心这三个字，对我来讲不得了。啊，你有在净思语哦？对呀、啊。阿北根本就是大爱台的忠实观众，十几年了，他每天都有收看。也是忠实信徒。忠实信徒，因为阿北是三十几年的慈济会员，然后那个。那立丰在大爱台淹水的时候，阿伯还要去洗袋子，厉害吧？从洗袋子到洗糯米，像我兼职在腌糯米哦，嗯，有时候最贵的话，一斤差煎的差盐的差快20块，所以你买的是贵的啊，贵的我也是这样用，那你成本会变高啊，变高一点，那就少一点没关系啊，少赚一点，就把品质顾好，嗯，所以现在就。看到好多人来到山上，是不是觉得啊，没凉水气耶？那种没凉水气耶，看起来这好舒服。成功与否就在于会不会粘牙齿。对。哦，好，第二次。好。然后再倒掉。嗯，倒掉。对啊，对你太厉害了！我吃你的麦芽糖，真的就觉得它很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不会粘牙齿。你有吃过吗？吃过啊，外面包着两片饼干，中间是麦芽糖。为什么要有一个这个？这个木桶哦。嗯。第一个就是怕烫。怕烫。啊，怕烫到啊。第二个木桶里面蒸出来，它自己有那个木香味。哦。啊、这个煮熟了，它有木香的味。嗯。嗯。所以这种味道真好。那这样来开始装作。装你，装好。装你，当你的助理是不是？好，来。哎，阿贝，这个卡烫来对，怎么有一块这个布啊？这个要把它折在底下，那我们米还没熟，小小颗哈，它就晒在叶缝里面。哦。晒出了叶水蒸气，未开到成熟度，看吧。哦，所以把它铺着，就是让它不要塞住那个木桶的通气孔，对不对？对对。好。好。啊，我来，是外来的货。Okay. 因为阿伯昨天不小心脚受伤，缝了几针，你说？六针。缝了六针。小事情。所以今天我还是效劳一下好了，是外来的货。好，好啦。这嘛是鱼。车崩。车崩。啊。哦，干要砍挂。对，底下砍挂。有没？有谁？嗯，对。砍没哈？啊。这样子。而且它没哎，水蒸气它才会往里面流。阿伯，为什么你澡那么大，可是你水却放那么一咪咪啊？因为哦，你在那我看到一个红线，有没有？有。这个红线就是锅底底下，哦、你做个记号。嗯、哦。这个水不能底超过底下的板。为什么？超过以后底下熟了，上面不熟，我那就很伤脑筋。哦，如果水太满的话，对，底下都先熟了，对，上面还不熟。啊、上面连底下连住了，水蒸气排不上。你有失败过哦？好多趟哦。阿伯，你这个是用柴火哎？对。为什么不用瓦斯炉？啪一声就有了。因为这样子哦，嗯，真的古早味，人家才会怀念。这个柴火烧出来味道不一样哦。对，我教你。好。这个是什么？木头哦。这个是什么木啊？这个是杂木。要买吗？还是？哦，像橡树都有。这种要买的。要买哦。哇，成本好高哦。啊，有的像这木板是那个一些战邦啊。啊，战邦，狼废弃的感觉。对，会腐烂。嗯。啊，这个漆油要把它交叉有空隙。空气来源。我知道露营的时候有学。对，那个木柴火了。嗯。它会跳舞，有时候这边，有时候那边，有时候那边。对。啊，木材比较硬，火力比较强。嗯。啊，木材怕，火力比较弱。我们这火会跳舞。哦。所以这个麦芽糕吃起来会跳。我知道，很有那种人工手感的。对。不是机械化、规格化的。对。嗯。那这个被吹瓦固。这个。差不多40分钟哦，那我们利用这时间去找另外一个主角。主角，嗯，还有主角哦。对啊，这个主角还有一个主角。除了糯米之外，还有一个主角。对。好。他才会滴。他才会滴哈。好，阿伯，那我们去找主角吧。好，走。
来，我带来看我的宝贝。宝贝，阿伯，这里是哪里？为什么按摩摩？这个是我的宝贝。宝贝，是什么啊？进来。哇，这是什么？这些都是金黄色的小麦草。哎，阿伯，外面卖的小麦草都是绿色的，为什么你的是黄色？这个经验，金黄色的。那个没有叶绿素，没有叶绿素，所以不会苦。哦，所以不会涩涩的这样子，是不是？对啊，你看这个哈，哦，这亮亮的，这里面有糖分啊。糖分啊，低低的，有都有糖分。从浸泡小麦到这个为止，差不多五天。啊，如果寒流的话，啊，多加一天还两天。哦，我看它温度。冷的越冷，就要时间越加长。哇，本座好多哦。就当你孙子哈，对，就是每天要来浇水，我看他们上面都有水珠哎。要来浇水，要在铺的时候要有学问哦。如果铺的不好的话，跟他草草呢，长得不怎么平均。嗯，所以真的每样都要就是要多用心。那你看哦，这个是小学生，小学生，这个是高中生。那我们长到什么程度可以去做麦芽糖？这个可以了，这种不要做了。高中生可以了。啊，这个做。好。啊，这个再隔一天可以做。这明天就变高中生了。对。那这个高中生我们先拿出去，要洗澡，对不对？对，拿去洗啊。好重哦。好，我拿两盆。哈，你拿两盆。对，好。走吧，小麦草要洗澡了。阿贝，那洗这个小麦草有什么特别的美感吗？哪里要洗干净一点？这时候这个茎哈，这根部，根部我们放了四五天以后哈，有点有点味道，有点味道啊，把它洗一洗，该油油的，摇一摇，摇一摇哈，洗一洗，根部要特别洗干净，有，按就干净了哈，嗯。这个就是主要是这个根部有痘痘的地方，对，要把它拆开来，像这样子是一坨，要把它拆开，拆开，洗，那糖也清掉了哈，嗯，一下水也要够为青草香，蛮享受的。阿北，你以前不是在大公司做公关吗？对呀、啊，那你现在做的这个细心袜给人家吃，是不是有不同的成就感？来，我就懂，本来哦，我也用，那用过，这样不是倒过去哦，好。本来想我提早我六年退休嘛，在山上种些花、种些树什么的呀，结果误打误撞，对，刚好机会就学到这些，我是说你以前是大公司做公关人员呢，那你现在做这种小糖果？卖给一些小孩子，会很有成就感吗？哇，看他们来哦，尤其那一些，我以为只有跟我同年龄的，以前我拍案古先那样的哦，现在年轻小伙子像你们都来，那些少年也不排斥哦。他们说好啊，我要来参观啊，而且加了量，真的跟外面就是不一样。好吃，我知道有很多外国人哦，出国。好想念台湾的麦芽糖哦，尤其这个哈，真的是那个是蛮健康的食品。可是阿北，你做了十年嘛，对不对？那你现在当然很成功喽。可是我很好奇，是你刚开始有没有失败过？有没有做出不好吃的麦芽糖？有时候不会煮硬邦邦的，还有时候就煮的一挖起来就掉下去了。那个稠粘稠度对都不对，控制不准，然后一直尝试错了再试，错了再试。你的工作哲学就是多用心哦，你刚才跟我说的。啊、这个多用心，这个实在不得了呢。走路多用心不会跌倒，吃饭多用心，舌头牙齿不会打架，谈情说爱多用心不会吵架，都好这，吼。啊，开车多用心才安全呢，这个师傅这多用心才不得了了。做麦芽糖多用心才不会粘牙。对呀、啊，那多好呢！说这三个字是宝贝。好，我的座右铭。你的座右铭也是你的工作哲学，今天也要多用心。等一下，以免阿公说我不用心。你好用心。
好开心、哦、真的竹真的竹其实你我印象中真的你是好可爱好可爱我们开始哦，嘿，来，刚才洗好的，对，黄金小麦草啊，那你再搅，该搅碎，搅碎，去打哦，啊，打没有？打了，打了哦，好，您放着，啊，我开机器哦，好，哦，来，好，哦，是这样子哦，对，哎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，小麦草跟糯米的比例是多少啊？差不多50斤，20斤。10斤到25斤小麦草哦，20到25斤小麦草配50斤的糯米哦。对。哦，阿公，你已经70岁了，对不对？嗯。那你为什么还不退休呢？我们的师傅讲了70才开始呢，12月我快满周岁了呢。啊，这样子的。所以要打拼。人生快开始打拼。啊，其实能做才是福，还有去做这个哈。嗯。那不是讲啊，赚钱怎么样？看到人家来看到哦，还有40年的产物，嗯，真的看起来他高兴，我跟着高兴，哦，大家都高兴，就是那种客人找得到他儿时的记忆，对，孩提时代的香味的那种感觉，看到早哦，会、哦、想到阿妈、妈妈时代、阿妈时代的高家饼，对，嗯，好，我们这搅拌好了哈，嗯，等一下把这个拿去，加在糯米里面，哦，煮一锅。很像很像的，好啊，皮胖起来。对，嗯，好好好，口水快要流出来了。我跟你讲哦，这锅是什么东西？你知道吗？看不出来。就是我们刚刚有折一根哈，对哦，蒸熟了，嗯，倒在里面，嗯，啊，我们刚刚去洗小麦草，对，小麦草把它用搅拌机搅碎以后，哦，放在里面，混合的，啊，水下去，这里面的温度差50度左右。哦，维持50度。那、啊、我们要搅拌啊，搅拌的意思是怎么样呢？嗯，就加对，锅底下太热了。哦。啊，上面的烘出来凉快，太冷了。要均温。啊，要给它均温。哦。所以寒流越来，就要搅拌越勤快。哦，那个难得过。对。你安尼敢那得过准啊？啊，这个哈、哦。嘿。我们要看。总不能一直温吧，哈，嗯，大约是4小时为主，4小时啊，你看我们这看起来这个是一颗肉，你看对不哈，嗯，压下去，嗯，变里面变成空包蛋了，我压压看，啊，都没电了呢，哦，变软绵绵了，哈，变得软绵绵嘞，对，啊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把这个渣脱掉，嗯，啊，那个汁再拿来煮，啊，煮好就麦芽糕。所以这个4小时 OK 了以后，就要去脱水。啊，有的来他们不知道怎么做，嗯，啊，麦芽糖不加糖才怪，嗯，其实麦芽糕加糖才怪。哦，因为它自然变糖了，加糖才怪。麦芽糕是没有糖分在里面的哦，没有加蔗糖，没有加蔗糖的哦。啊，好多人来讲，阿店的麦糕无加糖的。啊，掺什么糖？掺无糖？掺下刷？不是，哦，自然糖化而成。天然糖化。对。哇，这样蛮有力气的耶。还好。这个摇4个小时还得了啊？不会啦，差不多10分钟一次了，不会得了。我们刚刚说要脱水。脱水，对。我们拿来这边哈。哦，刚才煮的那一锅。对。舀成一桶一桶。啊，这个是脱水机。脱水机。啊，脱下来。哦，我们脱哦，嗯，但是等一下吃，嗯，要吃，不是要这个炸，啊，这个汁我们等一下再拿到那大灶里面去熬，嗯，熬成那个汤。阿北，你的意思是说麦芽糖跟什么糯米呀、小麦草都无关，它是要这个汁出来。用这个汁煮成麦芽糖哦。对啊，可是也要有他们来，他们先焖4小时以后。那这个渣渣怎么办？渣渣拿起来，哦，做有机会最好的。哈，所以麦芽糖跟汁有关，这个渣是另外一种。对，要做有机肥了。对，开始哦。好。哦，肥的水跑出来了。对，这个好甜好甜。熬麦芽糖的水，对，然后那个渣渣拿去做肥料，对，原来是这样子哎。这个我们刚脱汁脱好了，对不对？嗯。我在这边熬，熬，一直熬，熬了2-3-4个小时。嗯。看一下有个泡泡，
好香哦。对，我们要采收的时候哈，看看什么程度，第一个，看这个泡泡啊，整锅要有这种大泡泡，大泡出来，一直这样啵啵啵就是好了啊。啊，第二个啊，看这边有没有啊？我这个。盘丝，盘丝不会断哦。我们这样就可以采收了。我试试看，我试试看。好，好，这样子不会断就是好了。对，那我如果这样子，好，来倒下去，小心哦。倒，我再来，再倒，没关系，尽量给它倒，尽量倒。最后的它流出来的哦，好，好，你看亮晶晶的哈。哦，一毛一斤。对。盘丝了。啊，对哈，就这样子。想吃。好，你再嘴巴张开，我开始采收了哦。采收好。好。哦，真的很香呀，不？啊，这个哈。这个要挖的时候要用到多用心的。多用心怎么说？因为这样子，这边不要尽量不要给它滴出来、漏出来。浪费。好。对，阿伯，等下是开起来后，一拎就要装瓶了吗？不是，我们就热热要装瓶。热热的哦。才好装。哦，热的装到瓶子里，然后在瓶子里冷却。瓶子量再给它冷却。一旦到了装瓶，就代表越接近我可以吃的阶段了。大功告成。来，我教你哈。这我们装瓶挖起来。停了两下或三下。放下去。哦，好浓稠哦。来，你试试看。阿公，这几袋也当装几瓶啊？最少有三十瓶。三十瓶，然后每瓶有一斤600公克。阿公，我看你刚刚在装，每一瓶你都装得满满满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自己生产，你还可以要买到高兴啊。600公克，这个最少有多50公克。啊，就是打开感觉。货真价实，对呀，没给人批的对啊，对呀，哦，阿公啊，你去管干也当，是，好，好厉害哦，这样就可以卖了哦，对，这个麦芽糖的滋味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甘甜，但是很难想象说甘甜滋味的背后是这么多复杂的流程，还有这么多的人力和心力在里头，以前啊。阿贝说麦芽糖就很难吃得到了，现在是更难了，所以让我们一起珍惜这朴实的纯手工吧。我来过美国，1960开始，啊，现在已经70多年，啊，这十年也对，真的是也有心酸，也有高兴，啊，真的很心酸，有那么多家人不敢接受，啊，到后来来，人看了了，哦，有一个小姐来。吃下去说哦，这是我妈妈找了2、3年的味道，那听起来真的做爽口，很舒服，很安慰。啊，所以目前我这种产品，现在1900年代24年的产品，我要继续下去。阿公店啊，他也很喜欢接受，所以继续来传统。